给你讲了二丫和姐姐的九三八，你是仔仔，我是妈妈。快动刀子！快点姐姐，来了，我的杨姐。感恩妈妈，你想干啥呀？我也想吃冰淇淋嘛。七不七？我的孩子考了个零，要带回来。是咱们这边先点菜吗？还是？啊，给他点吧。他今天是妈妈。今天是妈妈呀。哈哈哈。还好，儿子点一个套餐，点一个儿童套餐呀。好的。你今天是妈妈，你吃儿童套餐吗？我给你点的，仔。咱们点的熊熊儿童套餐到了哟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香啊！好好吃啊！干嘛？没干嘛呀？哎呀！好、咱们那个熊熊吃光光的话，我们有贴纸送了。哇！那我想贴你脸上可以吗？我也想贴这个，好可爱的。他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给你贴吧。妈妈带你去玩好玩的，好不好？还有好不好？什么好玩的？我不感兴趣。你说小孩子真是开心，这么好玩。假期刚刚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没事，我等一下菜联系。给他们，他是妈妈。阿珍爱上了阿强。